Hello everyone, 这里是空空呀。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这一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期过年新年的穿搭，非常适合在新年穿的十二件神仙单品，推荐给你们。每一件都有他们自己的特点，就是十二件单品就在神仙打架的感觉。首先我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两件单品呢，是来自 Other Stories。Other Stories 呢，其实就是 H&M 的旗下的，但是比 H&M 做的要价格、质感啊，各方面都要做的更加高端的一个品牌。他们家呢，我特别特别喜欢的原因，是因为它是走那种法式复古小甜姐的那种风格，气质满满。所以每一次呢，我都特别会留意他们家。第一件我要给大家推荐的呢，短袖小毛衣，非常非常的奶。它是选择了一个这种奶白色，然后我最喜欢的是它胸口前的这个小扣子。做的这种粉色的小花朵，而且它的扣子呢是非常有质感的那种扣子，并不是说那种很廉价的感觉。胸口这个地方做了偏方领的这种设计，但是在胸前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个稍稍的 V， 然后做了一个稍微柔和的处理，既复古又甜美。同时这件呢还有一个奶紫色，香芋紫色，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，过年的时候穿啊简直就是甜度超标的小仙女。这款的料子它非常的亲肤，上身一点扎的感觉都没有，搭裤子还是搭裙子都会特别的好看，很百搭。 OK， 再紧接着的这一款就是这个复古娃娃风的连衣裙，这件真的太好看了，这件还在打折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去官网上冲啊，非常的复古大方典雅的感觉，感觉真的是美哭了。它可能就是迪士尼在逃公主的裙子，有的是这种复古巴洛克的风格。它虽然是一条黑色的裙子，但是它上面的它有是有一定的光泽度的，低调又绝美，然后它是复古设计，是这种泡泡袖加大的娃娃裙摆，腰线开的呢就是在胸下面，所以会显得你腰特别的细，而且显得你的腿特别的长。领口设计呢也是这种偏方领的，显得脖子很修长，就是有一种天鹅颈的感觉，非常的高级，然后真的是气质满满的一条公主裙。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牌子呢，是我之前看第一季的那个乘风破浪的姐姐被种草的 Nana Jacqueline 这个牌子。在看第二季的时候，我发现那个第二季的参赛的那个玄子小姐姐，就是唱不得不爱的那个，她穿了我的这一款的同款粉紫色的小西装，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。它上面有非常多的这种闪钻的元素，比如说像她的胸前这个地方大别针的扣子也是加了闪钻的元素，包括袖子上面也是做了这种流苏的设计。这款呢就是给人一种很 chic 很飒的感觉，精致女孩子的必备。过年出去玩的时候呢，里面搭配一个那种纯色的小短裙，简直就是可以 slay 全场了。裙当中你最闪亮，就是自带光芒的那一种。再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呢，就是一条 Aricia 家的这种网纱的吊带裙，好多小姐妹们都在穿这条。这条呢有非常多的颜色，薄荷绿的颜色、茶棕色，真的都非常的好看。然后我是选了一条粉色，就是我的本命色嘛，做的那种慕斯奶油粉的颜色。其实这一款真的是上身，它就是显得人的腰非常非常的细，就是前凸后翘，该有的都有，不该有的都没有。它这一款的弹力也是非常大的，辣妹们都给我买起来。情人节呀、过年呀、约会小哥哥，真的是约会必备的一条战裙。它其实这个还是蛮透的，可能别的颜色没有，但是粉色的这一款呢，可能它真的太浅了，大家还是要穿肤色的那种内衣。接下来呢，我要给大家分享五件 Zara 的开衫小毛衣。一件开始说起，就是这个绿色的小开衫。在官网看模特穿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夸张，没有特别的好看，但是呢我又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创新的设计，想要买来试一试。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，是采用的这种奶绿色，是给人的感觉呢就是非常的高级，里面你可以搭白色的打底之类的，就非常非常的显人气质好看。袖子还有领口这个地方呢都是做了这种小飞边的设计，过年期间跟朋友们去聚会的时候穿上这个就是秒变韩国小姐姐，气质又温柔的一款，这件真的非常非常的可。再接下来的这一件呢，就是 Zara 的这个粉色的奶奶衫，这款的颜色呢就是橘粉色，非常的有节日气氛，显得人气色特别好。它前面也是采用了这种钻扣的设计，就是非常的可爱，非常的乖，就是长辈们会喜欢的那种。接下来的这一件呢，就还是 Zara 家的一个粉
蓝格子的小背心，大 V 领，然后它的肩膀这边呢是做了廓形设计，整体是相对宽松一些的，休闲一点，可以搭配牛仔裤，显得又青春又活力，料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扎。我推荐大家在这款的里面呢是穿偏厚一点的那种衬衣，可能就没有那么扎的感觉了。再接下来 Zara 的复古高领的一个小毛衣，这个肩膀这边呢也是都采用了小飞边的设计，非常非常的可爱。这款我特别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它真的非常的亲肤，它是我买过最舒服的 Zara 家的毛衣了，真的料子非常非常的亲肤，袖口跟它的下摆这个地方呢是做了收紧的设计，跟其他宽松的部位相比起来呢就是显得更加的青春活力，过年穿呢就是简单又舒服的一件，搭配黑色百褶裙，瞬间呢就有一种学生妹即视感。 OK， 最后一件 Zara 要给大家推荐呢就是一个这样钻扣的开衫小毛衣，这件我觉得它的颜色做得非常的可爱，就是采用的这种奶绿色跟奶紫色的搭配，整体给人感觉配色特别像一个可爱的小茄子，版型宽松简单又饱和度低的颜色呢做了一个撞色的，再加上它的这个大的娃娃领，还有它的钻扣设计趣味性，然后也很有童心的感觉的，就有了一种节日气氛。再接下来呢是要跟大家分享两件 H&M 的衣服，第一件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 BLACKPINK跟 H&M 的联名的，是非常的休闲，它的胸前跟它的胳膊这个地方呢都是做了 BLACKPINK 的字母设计，非常的休闲，但是这个深灰色呢又显得很高级，那是一个偏短款的卫衣，它的下摆呢是有一个带抽绳的地方是可以露腰，就是这种低调的小心机，对过年来说呢就是又酷又休闲的穿搭，但大家唯一要注意的就是这一款是会掉色的，从一个深灰色可能慢慢掉的稍微浅一些，所以大家如果洗这款衣服呢一定要跟白色的衣服分开洗哦。接下来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娃娃领卫衣，其实国内之前就上了嘛，然后真的非常非常多的选择，而且都特别好看，然后还有帽子啊什么，但是加拿大这边呢只上了三款，另外两款都实在是太一般了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一件，它呢是做了这种假两件的设计，上面带了一个可爱的娃娃领，款就是暴击心脏的一款，简直太可爱了吧。然后它整体的 size 呢是偏 oversize， 它买的是 S， 已经可以遮住屁股的这种粉色浅色的小花朵的设计，真的太可爱了，过年穿它呢就是显嫩必备。 OK， 本期的最后一件来啦，就是这一件，是一件 T 恤，然后就 Travis Scott 一个美国的嘻哈歌手，大家知道应该可能因为他是 Kylie Jenner 孩子的父亲嘛，他做了一个系列就是跟 McDonald， 然后他做了一个很恶搞的一个联名系列吧，他最搞笑的是就是他的那个背部这个地方是撒了很多，做了这种很多白芝麻，有点像我们平时吃麦当劳的那个汉堡上面的白芝麻，特别喜欢吃麦当劳的宝宝们就不要错过这一件，就是适合比如说过年期间啊，你朋友来家里，或者是你去一个很简单的场所，然后你想穿的就是随意但是又不想那么随便的时候呢，我觉得穿这个就蛮特别的，大家可以叠穿这一件就会有一种不同的感觉，因为我知道最近大家也应该开始买过年的衣服了嘛，那就推荐这一期的推荐的这12款的绝美神仙单品就是分享到这里啦，希望呢你们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呢都能穿得漂漂亮亮，从各个风格都有，这些衣服呢就是你外面搭配简单的大衣都是非常 OK 的了，所以今天的分享就是到这里啦，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呢就可以点击 subscribe 关注一下我的频道，无论是点赞留言弹幕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和支持。 OK， 这里是你们的坤坤呀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